关心地方在上，地主田阿峰，但咪只辛辛恳求，请你保庇陈家斌的爸爸陈良辉，也就是我丈人，会当渡过这摆难关，千万袂用我出代志，帮早一日会当找到伊的人，这万事拜托。 找人，阮就沿你徛落迄个所在，海边啊，伫找，找偌久的，拢嘛找无陈良辉的下落。啊，找无人，你倒来要创啥？啊，唔继续找的。老洪啊，亲像陈良辉这种人，歹代志做到遐尔多，死就已经死啊，人命遐尔紧张啦。对啊，啊，咱对伊算有够好啊，啊，即摆就已经死啊，咱也着爱自找麻烦。这讲来讲去啊，爱怪咱啦。 当初若莫互伊入来咱遮住，今日拢无这种代志发生。你看，即摆代志发生啊，因两兄妹仔绝对一定会怪咱啊。而且嘛有别讲，但伊兄妹仔拢怪咱啊。安尼啦，恁泡茶小歇睏者，我伫遐看一下物件吼。是安怎无？伊绝对一定怪咱啊，因两兄妹仔啦，迄明明就有影是杀人凶手。对啊。你甲我踮去，阮爸一离开。 恁就伫咧背后幸灾乐祸，恁若直接把同情心就无啊！毋过敲电话互我，甲我讲阮爸自杀的代志，我就紧挂断来。结果咧，我一打入门，就听恁在讲一挂有诶无诶。亲情你收留阮规家伙啊，阮搁感觉真感谢恁。原来恁诶好心都是假出来诶，恁太虚伪啊！诶，上虚伪啊！若要虚伪，陈良辉上虚伪啦！我不是安尼讲，阮爸，你甲我踮去。是安怎袂使讲？ 阮当初对好心收入陈良辉，迄是伊重情重义啦。阮这做个脚手吼，就算讲过咱不办，阮嘛袂当讲安怎啦。啊，不过哦，陈像伊安，丧尽天良，歹自作孽的人哦，我一样有偷食看袂做的啦。啊，是是的，也是好啦。好啦，提醒莫阁讲啊啦。是安怎莫阁讲啦？因老爸较早甲咱害到遐尔凄惨，我即支脚嘛是伊害，恁若阁无我互我讲吼，我即口气我会着来伤啦。无毋着。 是阮爸做毋对代志，假使恁也是无得原谅伊，你为拢是阮爸毋对，人讲负债惊后，我即马替阮爸向恁大家回谢咧。干爸，靠！你莫安尼，是阮爸做毋对代志，是咧，是阮爸毋对，是咧，莫讲啊！既然爸死啊，还阁无头头用心头冤气，安尼我着向伊砍头谢罪。 甲紧起痟为止！是，是，干爸，好啊，你莫安尼，干爸啊，你安尼互我命苦。啊，天气这甲伊个故事，你也毋是无了解，伊有嘴无心，毋是超过要讲恁爸。你千万毋通甲当作真诶，好无？莫甲囥咧心内啊，莫怪因啊。我袂怪伊，任何人做毋到代志，本来就应该是要制裁，是阮爸做毋到。 应该是应该，只是我想，阮爸已经用性命来赎罪啊！够衰安尼继续讲伊卡子老话。阿斌啊，阮嘛毋是超工，要讲恁爸爸啦。啊，只是恁爸爸较早真正歹代志做太多咧啦。啊，伫当时啊，阮少年当伊爸爸嘛是伊害死的。啊，你讲，换做是你，你敢袂生气？就是讲。 啊，死是家己要死，啊，毋是阮叫伊去死的啊！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呀！你阁嫌代志无够多哦，你是要弄到啥时阵啊？是，阿斌啊，你是要倒啦？恁遮的拢姓刘，恁拢毋捌做毋到代志过，所以恁无需要别人的原谅。嘛是因为安尼，恁根本毋知影要安怎原谅别人，恁遮人太过搞笑。 我这个杀人凶手的后生，无资格和恁做伙，因为咱是无共世界的人。诶，大斌，我著讲过啊，因两个是有嘴无心，毋是超过要讲恁爸的。敢袂用我讲者，大家较冷静者来，好我讲，心平气和，莫出讲讲一寡气话，好毋？我讲的是事实。既然伊无得原谅阮爸。
我也无冤枉叶元良阮兄妹啊，阮无啥继承落去才顾恁的冤。阿斌，你安尼讲那对，自从恁兄妹啊都离开家，阮这兄弟啊都一个无甲你当作是家己的。慧玲甲恁爸都已经走啊，你着我代替慧玲甲恁爸好好照顾恁兄妹啊，啊，过去所有冤枉啊，咱拢甲卸落讲啊，奖金以后拢莫搁提起啊。还佫有恁的产业，即马已经叫雷军霸占去啊，恁是佫会当去倒位？ 你着先住来，以后代志以后才佫讲，好不好？天地这么大，我唔相信无我陈家斌会用住的所在。呀，家斌啊！不好意思啦，因为你打电话来跟我说要提早半个小时，我来不及准备，所以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 莎莎，其实，小高，怎么了？客人在等呢。其实，阿健，你就像是打我的人。小高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如果不听他们的。 我以后怎么生存啊？你还不走啊？想看戏啊？没有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今天只是好心来提醒你，要你不要去破坏文良的好事。又是文良派你们来的？是又怎么样啊？我丑话可先说在前头。 如果你敢到处去跟人家说过去你和文良发生的事情，尤其你让商会人知道，告诉你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口头的警告。你以为你们人多了不起啊？在你们眼中没有法律吗？难道你们今天又要打我，又要威胁我吗？我没那么多美国时间，而且你的文良有交代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然不要对你动手。 出来捞，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干什么？这是文良要我给你的。聪明的话，拿了这些钱消失在我们面前，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吧？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们，我要做什么事情是我的自由，请你回去转告张文良先生，我的事请他不要管。还有，他的钱我不会拿。 小庄，好好教一下这位女士什么叫礼貌。张文良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我不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没想到你还是一直来找我麻烦。既然你对我不仁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义。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江淑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女人不是好惹的。我们走着瞧。 妈，今日是创啥？这阵时间哦，拢踮遮互你忧烦，妈妈感觉足甘心的。也毋过，前几工恁哥直直讲，我即世人永远拢无可能原谅你。我本来叫是讲是咧讲气话，也毋过等遐尔济工啊，电话也敲袂通，一点仔消息都无。
我是怕我能继续住在这儿，含你要见恁哥哥的面哦，都真困难。哎呦妈，到底着乌白想啥啦？我就跟你讲，你莫遐尔紧张，给我一点时间等伊想通嘛。我有打电话给伊，我嘛有留言啊，等伊想通就来找你啊啦。我看是无可能的，伊讲真的，伊这摆的生气是真正真的毙命啊。妈，有人来啊，我来开门。幸福亲像花蕊的清香，永远这么水。哥，是，你总算来啊！妈在等你呢。妈，哥来啊啦！妈，你要去倒位啦？有情的人看开免伤悲，有爱就有春天。放手才知得到的卡多，是你敢是我想过冲动，我所有想的冲着几头家拢忘记。我一时间无法度承受遐尼侪代志，我才去中了做广大的家，去为西龙去。用无经过一个间我的思考，我想通啊。不管代志的真相是安怎，其实妈你也是受害者。我相信爸的死，你比任何一个人还佫痛苦。啊，这十八年你佮做广大相处，你嘛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你已经失去记忆，而且做广大佫一直在来欺骗。那要怪就怪我讲，我无应该听伊三两句话，都来错怪你、误解你。无经过思考，就对你讲出某些话。妈，我今麦真正就是后悔，是我对不起。妈，是的。你是在创啥？你妈妈的不甘，妈妈强势，我一世人拢袂当见到你的面啊！你莫甲我吓惊，妈妈误会啊，你唔当甲我吓惊。是，拢是我妈，是我误解你。你要拍我妈妈，拢不要紧。要无我，敢若希望你会当原谅我，好不？妈妈哪有可能怪你？你要回来看妈妈，妈妈欢喜都袂赴啊。只是妈妈蛮心中甲你讲，我甲做黄达中间绝对无爱昧，阮清清白白，我无做对不起恁爸爸的代志，你一定爱相信我。我相信，我一定相信。迄天妈妈去甲你接。我不是为做光大，我是在顾家己的囝。你的个性妈妈上知影，你遐尼啊冲动，唔到那一时，是五斤个胎死做光大，你一世人都乌有去啊！但讲双手抹垃圾，你后悔都袂赴啊！你相信我，妈妈是顾家，我唔是为好别人，吼。我知啊，我。是的，是我妈。是的，我这个所在就较矮啊，恁两兄妹啊吼，暂时就较委屈，先住一下啊。没啦，没委屈啦，只要有一个所在，让兄妹会当食方便吼，我就感谢，多谢。好，安尼哦，啊，无恁两个先住咧，啊，我来买一挂日用品，啊，收煞买一个食，互恁食好无？好，多谢。好，姐。做你家大，莫紧，好。好啦，仙女，莫伤心啦，哥一定会认真赚钱，让你去读书。人讲，佛争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。
不管环境有多困苦，咱一定要坚持落去，袂当让人看咱无，知影无？是，阿爷知影你今摆心情足复杂的，都甲我当初同款。我亲想，也想袂到我竟然去爱着陈良伟的查某囝。但我必须爱向你坦白，我甲今嘛也无后悔爱着慧玲，甚至甲伊有名扬。顶一代恩怨，不是咱我都决定，不是咱我都选择。我要讲的是，嘉宾这人真正袂歹，真正咱认为伊是一个了尾仔囝，但我自从伊拄到你了后，伊真正改变足多，我足相信的。阿爷希望你有闲去甲看一下。你讲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谭良伟疼惜咱爸爸，这是事实。你要马上放下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而且，你叫伊找陈嘉宾，我也不知道要讲啥。